妈咪啊，我哋住咗加州花园咁耐，对呢度都好有感情，各方面都好满意，系咪啊？系啊，好舒服噶喺度住。你出世到而家住到咁耐咯，真系冇谂过搬啊！你都知啦，我而家喺伦敦读紧大学，之后可能喺伦敦都有发展嘅机会，真系都想搵翻啲洋房屋苑咁样，即系前面有得泊车啦，后面有花园，仲可以养埋狗仔添。又可以远离市区少少，唔知伦敦附近有冇呢啲楼盘呢？哦，好似第一国际物业阿 Nick 同埋阿 Jason， 有咁上下条件嘅楼盘介绍喎。佢今日都嚟咗啊，不如我哋听下佢点讲咯。好啊。Hello， 你好啊，余太。多謝你今次俾我哋嚟你屋企啊！上次你提過阿 Anson 想揾間屋喺倫敦附近，咁其實我哋今次咧就揾到個樓盤，英磅咧51.2万起步。係啦，就等我哋咧介紹一個樓盤，同你哋屋苑好相似嘅，咁佢就位於 Reading。樓盤名嘅話咧就叫做 Green Park Village。Reading 嘅地理位置咧屬於倫敦嘅西南面，如果揸車大概1个钟头咧就可以去到倫敦嘅松温低敏寺嗰度。咁聽落去好似好遠，但其實如果你搭火車咧，26分钟就可以去到倫敦嘅大站 Paddington。如果想擁有清幽寧靜嘅住户嚟講，吸引力十足。其實 Green Park Village 咧係位於 Reading， 距離 Reading 嘅市中心咧係大約3英里路，就好似啦喺元朗嘅市中心啦，揸10分钟嘅車嚟到加州花園咁嘅路程非常之方便。另外最大嘅賣點咧就係 Green Park Village 啦，裡面有一個天然嘅湖泊，亦都有跑步同埋散步徑，裡面嘅住户咧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去散下步啊，做下運動。可以享受天然的自然风光。 Green Park Village 就用了6年的时间去兴建，分了不同的期数，最新一期 Woodland Garden 2就刚刚预售。整个屋苑用了新英伦风格去设计，而洋房的话是超过350间，每一个洋房有独立的花园，亦都会连埋车位的。屋苑周围青葱绿林，享有10英亩地去享受户外空旷的位置，散步径、天然湖，自然气息浓厚，住户可以享尽写意悠闲的宁静的生活。其实屋苑的对面嗰一条马路就是 Green Park Business Park 啦，里面有大量的科技公司啦，例如 Cisco 啦，亦都有大型的药厂公司系进驻喺里面嘅。而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？就是 Green Park Business Park 里面是可以提供给 Green Park Village 的住户去享用里面的会所设备，就例如健身室、咖啡室，还有托儿所等等。屋苑附近有3个大型的超级市场，由屋苑出发都只需要7分钟可以去齐晒。如果住客想去 Reading 市中心去 shopping 的话，屋苑门口就有个巴士站，方便住客直接去到 Reading 市中心，车程都只需要10分钟。其实买楼除了要看发展商以外，还要看下各区有没有基建会进行。预计明年伊利沙伯线将会通车了，由 Reading 去到 Heathrow 的话，即是希斯路机场，只需要38分钟。而如果你要去市中心的话，例如去 Liverpool Street 或者 Canning Wharf 也是非常方便，一线连接的。所以未来由 Reading 回到香港，又或者去伦敦市中心是非常方便的。其他交通方面，今年暑假 Reading Green Park Railway Station 就会完成的了，到时多个途径通往 Reading 市中心或者去英国的南部。由屋苑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上到高速公路 Motorway M4 的，沿住东面就可以去直达回伦敦，或者西面可以去到 Bristol 的。至于教育方面，有多间著名的中小学，还有2间大学，特别出名的就有2间著名的中学 Reading Boys 和 Kendrick 女校。这两间学校过往都有很好的成绩，是 GCSE 和 A-Levels。 附近还有4间小学， Ofsted Rating 都评分为高的。 Reading 大学差不多拥有15000个学生，都非常出名的。我之前有几个中学同学和旧同事都在 Reading 大学修读测量师，他们都很喜欢他们的配套和他们 Reading 的生活模式。咁啲單位有幾大啊？其實洋房單位嘅話咧，最基本由1180起步啦。咁而每一户嘅話咧，大部分都會2個車位嘅。即係大概500万港纸多啲。哇，媽咪仲平過加州花園一半啊！咁等我哋俾啲資料你，等你同爸爸商量一下啦。